队员为什么不直播吗？因为他们不敢直播啊！德被打的那逼样还敢直播，骂死他们！我为什么敢直播？我又不怕被骂。主播我得想办法从2017年开始已经被骂到今天了，我还怕被骂吗？我真的是笑了。这个话我已经这说样过子被很消多耗遍太了啊，多了。我不想再重复说了啊。就他们德被打成那逼样，还有脸那直你有没有播？想过该怎么样？那我为什么能直播？我脸皮厚啊，因为我肯定要先直播啊。我先直播，观众之外就会先骂我，最好不要他们的，骂最好爽不了要就的。不会骂他们了呀，观众骂爽了就不会骂别人了呀，最好对是不吧？要的，那个辅助也得过，可能会亏。最近好像霸哥直播大间哥有个节奏，限制太多了。我好像刷到了，是不是那个跟鼓手雨的事件？主播要站谁？主播不站谁啊？跟主播没关系啊，我只是一个吃瓜群众啊。在我看来，都是主播的话，这个有可能就是，你们懂吧？看起来两边是在互相不满，其实脚趾头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大家都是主播嘛，对吧？主播表演一下也没什么呀。这就好像什么？这就好像主播跟坤泰一样，主播跟坤泰天天吵架，一个头200。那不还是一样？说实话，你们没见过我跟 AJ 吵架，你别急，等我哪天跟他筹划一下，我俩吵一架给你们看一下，先别急。